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芬芬。那今天呢，要来继续玩我们的艾尔登法环 Convergence Mode。那在上一集的结尾呢，我有说过想要直接朝拉塔恩的方向前进，就是直接去打拉塔恩。但是今天的计划有所改动，我打算想要先拿多一点的魔法，然后再去打拉塔恩哦。有没有看到那只大树守卫？我们第一个要拿的魔法就在他身上。我想要拿龙骑士的魔法，这个龙骑士之乳，亚坛高原上的龙中大树守卫啊，他身上有那个卢恩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我手上这把上次拿到的剑，独眼巨人之剑，我觉得用起来蛮强的，我已经把它夹死了，等一下展示给你们看了。算他衰啊，本来这边门的结界都被去掉了，不用打他，好死不死，他身上有一个魔法可以拿。这把也是超强的，真不愧是魔主的武器。欸，拿到了这个明亮雷电卢恩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的魔法。五代精准雷击，五代雷装，五代雷电，电刑。好了，有新魔法就换新的魔法，这个先换掉。电刑呢？从手中释放出一道巨大的红色闪电，这个有意思哦。每个都换换看。嚯！这是什么电击器？好好笑哦！啊，这个古代雷电，哦，闪电球，这是什么自然现象吗？哇，它的距离很远呢。前面有石像，我可以试打看看。哦，这伤害很高呢。哦，伤害不错，伤害真的不错。这边是两只熔炉骑士的地方。哎，你老死嘞！那个上次我们已经拿到了熔炉骑士的装，不知道他 boss 会掉什么。这边就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小技巧了。我要准备好那个马尔基特的球具。哦，把它爆掉了。还有一个，哦，圣域，他竟然没有给大树守卫的装。只有一只哎！吃我的火焰龟派气功！哈，这个伤害，哎呦！我跳过他的攻击，嘿，电他一下，没魔，来吧，最后一下，哈，还想甩尾，没那么容易。闪耀野兽卢恩，野兽的祷告魔法，古兰格岩球，这个是旧的吧？哦，古兰格隆起，原始回声，还有山崩，哇！前面有个肥肥站在那边思考人生。被压着打，好可怜！看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，太可怜了。这就像在生活中放弃挣扎的人们，一动也不动。
更可恨的是还要被外人剥削钱财。接下来去准王者的封印监牢，我们要去准王者的封印监牢打维克。好的，现在上个 buff。我看我被定他，哈哈！哦，维克被鸭子打，直接电烂，好可怜。哎，继续 buff 啊！哈哈，直接电死，哎，好可怜。直接被电死！哇，今天是医疗场啊，皮诺可，你不用忙了，这个交给我就好。五代雷吉，五代雷电矛，维克的龙雷，这个是旧的，时间跳药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好像很有意思，好像很酷。使用红色闪电的力量，施法者可以身在扭曲时间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看看哦，恢复 100% 的精力和血量，但是会降低 95% 的攻击力，持续30秒。使用该法术会治愈所有的异常状态。哦，这个是当我没有瓶子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用这个，但是我必须要撑30秒，我需要自己撑30秒。我觉得我应该不太会用这个，要撑30秒欸，什么东西？哎呦喂！喵！哦，杀不死啊！哦，哈哈！哎，这个的击退也太好了吧！他直接被弹飞欸，虽然说伤害没有很高，但是这个击退力真的超好的。电爆你啦，电爆你啦，这个击退效果真的很好，在古代雷电矛的击退效果真的超好的。欸，这边有传送门欸，又是一个神奇的传送门。这个会传送到哪里？直接传送到红狮子城里吧，应该是不会了。魔恩城啊，怎么是传到魔恩城？哦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魔恩城我已经打过了，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今天拿到的。我这个龙骑士之路根本就是反向流程拿法，反着流程拿他的魔法。Champion welcome, Redano Festival,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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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, 正面迎击，正面迎击，冲冲冲！哎，哇，这边没关起来。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他的城门竟然是打开的，没有什么阴谋吗？而且我记得这边原本有一只狗狗啊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哎，那边被封起来了，哇，那我要怎么走？他把他地形改变了，他把他的路径改变了。What the? What? 不是吧？这边有那个，他在往我这边走过来。哦，他闪了。欸，不会爬楼梯。这个雷枪真的很好笑。欸，你的距离不够长，我的够长，而且这可以快速发射。
这个雷箱射超快，好好笑、哦。白王剑，他改到这边来了，这些矿工哪来的、啊？我突然发现他那边的路被修掉了，他那边没有路可以走了，所以他这个地形是真的有稍微改过的，变成要走过这一整片才行到后面去啊，没有像之前那样子那么的快速了，冲啊！哪来的 啊修了没摸了啊，你也没魔了齁，还打小兵在干嘛接下来呢为什么会有很邪恶，他竟然在这边放地雷，这个没注意到真的会直接被炸死那边的门也是封起来的，怎么到处封起来？我要怎么走？哇，这边也封起来了！一大堆路被封起来，真的是要强制走完这一整个城呢、欸。上面有只巨人，下来啊！他那个是新招式吗？我怎么好像没看过？戳你屁股！抱歉，虽然你好像有新招式，但是我没有想要给你发挥的机会啊，这个不能怪我。这边好像对咯。可是这边是哪里啊这边是哪里啊怎么就是真的好像都完全没看过，奇怪。他连到这了。真的是完全没看过这块。这个是我们的 BOSS。不知道还是不是一样的，先上个 buff。幻星领主。好帅！哎呦！哇，好痛！哇，这个有帅呢！哇，他不会硬直啊！能背刺吗？我要 buff 了，还有，还有金钟魔物猎人，这只蛮酷的，怎么了？我赐福还没点呢，我被传送回来了，为什么？他这样子读出祭典了，他是打完然后读出来，
好了，我们要来打拉塔恩了，各位。Eternal Festival, go go go！冲啊！哦，有，这伤害，可观的伤害，没电到啊！嘿，啊，还是被他武器挥到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一阶段让它摔到海里过？我自己是还没用过啊。不跟你玩了，不跟你玩了，认真认真。哎，最后一下，砰！哦，拿到了这个熔炉的第二块血石。OK，打完了。简单啦！我差点把自己给宰了，差点一个不小心要重跑呢。哇，这边没有伺服，我死掉重跑很麻烦呢。这里，哦，在前面啊，被改到前面去了。shit，完全没看到他在我背后啊。这边竟然有这只，那我把它打一打好了。冲啊！哇哈，这个伤害，哇，这伤害有痛呢。哎呦，再下。哇，easy 啊！我看一下我的伤害，我1076，这1076的伤害也太高了吧？那个打下去，他半条血都快没了。哎，没找到。哎，你怎么那么会闪？哎，太会闪了吧？你干嘛？这个仿生泪滴，我才不给他机会爬起来打我呢！我身上的装备那么的强，干！好可怕！还喝？没有给他反攻的机会，这个反攻下去不得了啊，被电死！好酷哦，新的路可以走，超酷的！哇，这个会去哪里啊？干！我来不及传送，靠腰啊，好讨厌哦，我瞄准那个伺服点了，点不到。上去，好可怕！爬上去到底会到哪里啊？我那边有一块大平台，好酷哦！这个是新的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实在有点远了。这个是要打 BOSS 了吧？哇，我觉得这边好帅哦！这块也太帅了吧？是怎么样啊？哦耶，当然，充满龙的地方就是要打龙嘛。哎呀，有点小失望啊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会在这里嘞。太痛了吧！被打到太痛了吧！我被秒杀，这伤害好痛哦！哦，差点被扒到！
我看一下他这个有没有改变。这个要53哈？这个他这个信仰的需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挥出去的速度算是蛮快的，哇，速度很快呢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先玩到这边结束了，下次呢，我们再继续往上爬哦。不知道他这上面到底有什么哎，哇，他这个真的好酷哦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是 Fanfan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